加油。刚有个上逼出来的一瞬间的那个光线特效，哦吼！哦，那个回力镖刚好打到挣脱的那个雨弓，有点衰哦，但是也可以说是 Ash 放的好。啊，那个丢那个，反而让 Dash 他没有出来，很有耐心，按着盾。大刀一劈，谢谢。谢谢。哦，好好好，来。八号台开放个友谊赛，八号台开放个友谊赛。哦，领先两命哦，这应该是死了，但是炸弹吗？没错，杀死 Ash 不容易哦，好好杀死。阿胜可以继续吗？好，二号阿胜 CD， 有个 CD 在下面的。哦，那个 Spike 把那个比数追平哦，很重要的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没关系，就去打友谊赛吧。好好好，下次见，拜拜拜拜。哦，追过了那 percent， 他其实都不丢，因为那个雨弓是会是 match 的，这种玩家其实就哦不够，差一点点。就知道会 match 的玩家，就是如果你想要丢拿到场控的话，就不太能 pummel。哇，抓空卡在那边，雨弓刚很有机会抓回来哦，其实玩得很好，落后那么多把他追成这样，但抓空的硬值在全体角色里面都算是很大的破绽。二一，谢谢。五号台开放给友谊赛，五号台开放给友谊赛。3, 2, 1, go！ 哦 ，Terry 出来了。
救难小福星 Terry。哦，没有跳起来，双方都在试探对方，冲到对面去，冲到面前去防御。这个后拉的费尔真的拉得很漂亮。哦，哇，太漂亮了！没有惩罚到，但是两下都是很漂亮的 parry， 能够打多少 percent 呢？给一个 full store， 这个太伤了。刚雨宫他想要去赶快结束这一命哦，不过因为他是零趴，他赌注真的蛮大的。当然林克要 spike 别人不容易了，只是就拿到一个 full store， 那真的是就蛮惨。哦，漂亮的飞踢。哦，对。恭喜 Ash。